扶贫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， RTV 就这个议题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，并请来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。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。好，又到了星期六了。那今天呢，正好在看报章的时候啊，就看到这个一份报章里面的标题呢，有好多好多个水啊，所以想了就趁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水哈，就在广东话里面的很多个水字，跟在普通话里面呢又会怎么说？好，那大家看到很多水水水水水呢，这些水字全部就在这样今天的一份报章里面看到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标题哈，有看到这个。北京瓜街市为回水哈，北京瓜街市为回水，街市为是一个人的昵称，是一个人的昵称啊。那最主要就是这个回水啊，要给大家讲回水。那所谓的回水是在普通话里面应该怎么说呢？那回水就是要他退款或是退钱，哎，你回水啊，回水给我啊，就是啊，要你退款或是退钱，回水。那还有一个是铺水啊，你看在同一份报章里面呢。在这个同一份报章里面的另外一个标题，哎，我又看到一个水字了，这水字就是泼水啊，看得清楚吗？就泼水，泼水筹胆啊，铺水。那铺水又是什么意思呢？铺水，那铺水在普通话里面我们可以说是筹钱，筹钱就一个人钱不够啊，又招来泼水啊，招来泼水。那其实呢，它就是要到处去筹钱的意思。好，在同一份报章里面，正好呢，在这边哈，我转过来又看到水，又有水了。这一回又是什么水呢？什么水呢？我看到的是抄水哈，抄水，特首暗批梁振英抽水，抄水。那抄水又在普通话里面又是怎么说呢？抄水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指占便宜，占便宜。啊，指某个人呢，就哎，你抄我水啊？就特别是在讲男士，我们如果说男士哎，他们抄水啊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说他占便宜，占便宜啊。所以说哎，我抄水，我抄我水就哎，不要占我便宜的意思。好，再抄水下来，我就看哎，又有水字了，又有水，这回是什么水呢？什么水呢？哎，这个特首拖行会落水，落水看得到吗？还有落水，落水，哇，又个水字。那所谓的落水呢，就是指拖下水，拖下水。哎，你不拖我落水呀、啊？你不要拖我下水，你不要拖我下水。那这拖下水呢，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呢，那你希望那个人呢也一块儿参与，或者是呢要他负上责任哈。我们都说拖下水，拖下水。哎，你不拖我落水呀、啊？拖我下水。好，再来看看另外一份报章。嘿，先看这一份，拱手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是有这个讲述拱手。那讲述是从哪里看到的呢？就从这个新闻是娱乐版的新闻啊，那大家也是都很熟悉了，因为被炒得风风火火的，那就是谢霆锋和张柏芝的这个新闻。那说霆锋找柏芝玩把机拱手搞十分钟，拱手。讲述，可是在普通话里面呢，我们不说讲述，我们会怎么说呢？我们是说交涉，这个交涉或是谈判，谈判你玩人拱手啊，玩他拱手啊，我们就是要去找他交涉，或是去跟他谈判，谈判。好了，那另外一个字呢，哎，也是在这几天的包装上呢是风风火火的新闻啊，那就是跟这个无线电视有关的，就是残疾网啊，陈志云的新闻啊。那这个标题就说620级西球是一家公司啦，西球买艺员居宅。那所以这个买居宅，如果不是香港人的话呢，他看到这个标题会想，哎，这个卖租宅是什么意思啊？哈，那所谓的租宅的意思呢，在普通话里面，在这个新闻里面啊，它的意思呢，就有一点是卖身。
或者是压榨的意思，就是指这个陈志云他找一些艺人出去替他撑场的时候呢，就买回居宅就没给他钱啊，就是有点卖身或是压榨的意思。所以如果你在跟人家说，哎，有没有买我居宅呀、啊，买回居宅呀、啊，其实呢就指你是卖身或者是从别人身上呢去压榨哈，占别人的一点便宜的意思。好，那说到这呢，我刚才就想到一个字啊，就这几天的新闻里面非常多的，那我没有带包章上来，但是呢香看也在这里给大家说，就是上回我给大家说了这个字，就这个替补机制台补机制。可是呢这几天我想大家应该都非常的都有留意到，在报章上呢也有人用这个字，有的用替补机制，有的用这个字又是怎么念呢？这个台补机制，在广东话里面是台补机制。那这个替字呢，替字是替，它的声母呢是 t， 就替，替补机制 t。 那这个字呢，带传递或是递上去，递呢就是的，递一个是替，一个是递，所以这个因为我最近在包装上看到，有点混淆的感觉，就到底是用替补机制还用递补机制呢？不同的包装有不同的用法，那他们的念法呢就只差一点点，一个是替 t， 一个是递的，所以就一个是替补机制，一个是递补机制。好啦，那相信有留意到报章的人呢都会有留意到这两个字。好，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下个星期再见。向你诚意推荐 iRead。 iRead 是什么来？ iRead 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，公共出版服务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、公民社会组织、网民等等，将他们的书籍、刊物和 blog 等等发成电子书，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iPad、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观看电子书内容。这个就是 iRead。